佛客人间有大爱啊，各有情人性妙法，共伴祝福在人间，终至成实性愿行，一生无量恭敬迎啊，用心啊，用心体会人间，佛陀来人间，一大事因缘啊，就是要来启示众生，众生。人人啊，心中有爱，这是如来的本性。人人依佛同定，是一切众生啊，如基础啊。咱敢就是爱亲像佛同款的爱心，好亲像父母疼子的心，向一切众生爱有安尼的爱呀、啊，所以名称叫做各有情人。这就是菩萨啊，菩萨叫做各有情人，在人间受佛陀的教化，了解呢人间一切是无常，但是呢人与人的中间有过去诶，如是因；有现在呢，彼此中间诶，如是果。现在如是果啦，还是看盼着未来诶，如是因缘果。这就是人间也未觉悟的以前，伊那缘，缘那果，那果啊佛，这四个字呢，都是照过去的因，那吸现在的缘，就是往未来的果报，就是安尼连接顶塔，因的经济，那是因缘，一代传过一代，所以人间呐、啊。树种不断不断传，这个树啊，一往行啊，都有安尼的树，所以过去啦，古印度有安尼的树，两千多年后，咱的现在，同款有安尼的树，啊，这个树呢？我若唔捌伊，所以我讲袂出伊个名，讲袂出伊个名呢，无代表讲过去无即项，现在有，我讲袂出伊个名，袂当代表伊讲现在无，就是相识啦。这就是缘呐、啊。
不相信呢，就是无缘。但是缘过去无，现在要认识伊无困难，问一个就知啦。知只是认识，确实呢，无有伸手去把这个物件提起来。那无有去把这个物件，把刷去倒位去，迄个所在甲我有关系的环境，同款，我甲伊呢，过去无缘，现在去碰到有这个缘，但是呢，我无去惹伊，所以缘到这为止，我那该当一个。刷一个灾去到多位去，甲我有关联的所在，那安尼，我就应该缘就牵缘起来。那我甲伊的因缘呐，就有果甲报。后摆这丛树大丛呐，我会当甲这丛树的树卡，就是。我乘凉的地方，这个这丛树啊，甲我的姻缘就真密切。我敢若捌伊尔听，我无同意，所以呢，有因无缘，同款人间满满是啦。啊，小捌的真多，确实呢。无有虾米缘呢，搁较侪，所以讲应该缘呐，一定爱汇合，因缘汇合来呢，它就有果报，未来的存在啦。佛陀修行，它就是因缘果报，它有意。以众生有缘，因为伊需要度众生，爱甲众生有缘，也生生世世来人间。发菩萨心，行菩萨道，所缘苦难众生，遐个众生甲咱无什么因缘。无因缘呐，但是呢，他有苦难，菩萨呢爱自发心，家己爱去啦，去救拔遐个，向来甲咱无因缘，但是咱成这个缘呐，去救拔伊，那就是。有因啦，这有因，迄、那个缘呐就牵连起来。今生、来世、来世互相不断连接，这叫做缘亲。佛与众生，那有安尼呢？绵延连结啊，佛与生佛啊，教菩萨法，自然咱听到菩萨道，咱会真欢喜。佛陀的教法真有道理，咱若会当为众生来付出，我甘愿，我欢喜。这就是有缘，听闻佛法，启发心意，咱呢欢喜做阿呢，行这条道路，所以这条道路就是缘苦众生，那就是去人间有大爱，佛陀呢。
生生世世，咱会逐天伫遮听法，咱是依佛有缘呐。咱听过了佛法，咱心甘意愿追求佛法。佛法毋是一生一世，咱就会当体悟了解。咱来生生世世来分析佛陀的教法，闻法即香啦。所以即马咱得来听到心法香，听到啦，就会感觉介接近，就会感觉有一股呢分道香，迄种的感觉啦。真自然，就一直爱接近接近啦，靠近了佛法，体会佛法，啊，接受佛法，力行佛道，行这条路去啦。所以呢，各有情人呐，生妙法，那就是菩萨。佛来甲咱讲大爱，咱甘愿接受，因为一听法呢，开始清楚欢喜，就成为各有情啦。我是人啦，但是佛陀教菩萨法，我接受啦，因为呢，我会当体会佛的教。所以呢，也有初觉分。哦，过去我唔怕，现在呢，我有感觉啊啦。我愿意身体力行，这叫做初觉。初觉分呐，咱已经了解。我愿意，我要来去做，咱也已经投入啦。知影人间疾苦啦，伸手去付出救别伊的苦难，伸出去这双手呢，虽然真辛苦，爱伸真长，要救的是爱用力，是真辛苦。不过看到迄个众生得救啦。这些辛苦不记得了，心呢欢喜啦，啊，后悔还有机会，我还愿意做，我愿意投入，我愿意入去人群中，我愿意，哇，真多会愿意欢喜，这叫做生妙法。一层一层啊，将听的欢喜，日伸出双手的法喜，日愿意呢，将心投入，迄种所成的妙法，所承受到迄种呢，欢喜法喜啦，真正是微妙。无法度去形容的法啦，真是妙法啦！过去无极天呐，形容佛法呢，伫开经记，伊毋是安尼写过来吗？无上甚深微妙法，这一句话。逼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实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这句话是无极天呐，他读经文呐，所感觉到的欢喜，
对佛法的信仰，他真相信，将伊内心的赞叹，因为他是历史上啦真奇迹的一位，一个平常的妇女入皇宫呢，有真大的变化。到个蒋大款呐，迄个时，伊接触了佛法啦，他受佛法的感动，迄个脾气啦、心都已经呢受佛法啦，这开启了转移的聪明，变成智慧。立佛法，他对佛法啊，一份慈悲喜舍的心呢，就是已经布满了伊的内心啦。对佛法呢，他信受奉行，所以写出了伊的心得。无上心清微妙法，这呢是形容历史的人物啊，曾经啊有这呢正拥护佛法啦，和佛法呢一时正相信，和佛法呢结集了真多的经典呐、啊，利益在。这就是有功在佛法里，所以呢，他写出来这个开经偈啦，也更在咱每一部经开始要诵经的以前，那就先读这句话哦，啊，这也就是。虽然啊，是人，人啊，他有觉悟了后写落来呢，也是和人人悄悄传诵。何况佛陀的精神啊，教育人间，所以呢，人人爱信吼那。哦爱生妙法啊！咱的人群各有情中学菩萨法的人，咱来继承这个妙法吼。那咱听法欢喜啦，咱就来继承这个妙法。听就爱传，爱讲，爱说，安尼呢？法啊，才会长。有心的要传法的人，才得用心的无差错，安尼才有法度真正传承佛法。因为真紧，接下来的文啊，就是叫做上类品。佛陀就是要把法呢交代好。伊有法度信任的人，所以一直在咧选择啊。也咱现在呢，咱已经是学佛，咱现在已经离佛两千多年后的现在，人人呢都有责任来接受佛法，不断的宣。那要弘法落去啦，已经既定的佛法，两千多年来，那呢，这个法是已定，而且呢是微妙法，那敬爱听了后，好好呢将这本经法的精神，那要传承，要传承。咱爱身体力行，
身体力行啊，那哎，人人呢强大，所以国讲强盘造福在人间呐、啊，咱人人来接受这个妙法，咱除了听爱讲爱传，咱个爱做，大家人到底呐强盘呢来造福。人间，这是佛陀一代的教育，教菩萨法，就是爱人人做定啦，来行人间的菩萨道啦。咱的宗旨一项，诚实信愿行。咱的宗旨真简单，宗。是咱的宗旨，这个宗旨呢，从内心啊，咱来建立了诚实。咱人人对这个法门啦，咱来信为道源，讲到了，爱相信呐，咱爱立愿，咱爱身体力行。这呢，就是咱要传承佛法，尤其是《法华经》是人间法，所以咱的宗旨诚实信愿行，咱的心相信坚固，身体力行，自然一生无量，恭敬迎啦。一粒种子，咱都会当呢，那播无量无边的种子，叫做一生无量。无量义经一定呢，希望咱人人行菩萨道，菩萨道在人间，真普遍人间啦、啊，有诶苦难啦、啊。菩萨道呢，就是爱身体力行，入灵滚去，帮助所有苦难人。这就是咱听全部的《法华经》内底的意义，无离开《无量义经》，《无量义经》的教法，无不都是呢。爱引导咱入灵滚呐，入灵滚，那就是人间的一大事。这咱都爱真清楚来了解。哈、啊，人间的一大事啊，讲不完呐、啊，苦难偏多，看看。真多，现在伫美国，干那为着一个人，一群人，变成了一个国家，已经咧几十个州啦。为着迄位非裔的男子，那他。身体本来就病啦，伊安尼真平常，走入一间店的内底去买一个物件，一个店员呐，该怀疑讲你是摕假钞票啦，就安尼呢，一通电话敲给警察。警察啦、啊，到位的是，就要甲抓压伫涂骹哩。这非裔男子啊，就甲因讲，我袂喘气啊啦。警察无去用心甲听，真正是袂喘气啦，气断啦，也气断是滴。警察的手头里，
启灯啊，就是往生啊，到底是警察来用咱去给压死，或者是呢，真正伊有病呢，病发作亡生，这伫警察伊都讲我。拢无对伊安怎，他往生啦。听讲啦，新闻也有解剖，真正是有病。但是呢，伊的族群或者是社会的人群愤愤不平，本来都有人种的歧视，经过了这个。所以呢，就惹起了暴动起来了。这呢，已经造成了美国社会人人心不平安啦。听伊讲，也已经连断呢二三十个州啦，人人不安。厝内底的人嘛会惊啦，唔敢出门去，这变成了抢夺、烧，这些本来人心都伫不平衡中啦。有了这项代志呢，就安尼顺势，真可怕，引起了呢。整个社会呢也动乱起来了，这一点在咧蔓延中，蔓延的啦，真侪的城市呢，已经政府发起令来宵禁，这目前这个时阵，除了迄、那个冠状肺炎，政府有下禁令啦，再加上啦，这一波，这波呢，比病毒的禁令更严重，所以现在啦，诶，美国还是呢混乱，起码禁未掉啊啦。已经暴动，一直在咧连续啦。啊，这都是本来无事啦，可以相安的无代志，确实呢，这心人心呐，一念一念业力牵动起来，所以变成了。全国几十个州啦，为这项代志来动荡不安，真正是人生因缘呐，这就是因缘果报哦。所以讲起来，佛客人间有大爱啦。各有情人生妙法，佛法那在人间呐，人人的心都有爱，心有爱都无埋怨，心有爱，自然呢都未有讲人我是非，互相都啊在咧分高低，哦，那种族迄都无啊啦。那在佛教中，人人是平等啊，心佛众生啊，三无差别啊。那有个什么呢？大家人应该呢是共伴造福在人间呐、啊，这就是顺佛法，也就是顺人性，这就是佛道一大殊因缘。教育众生啊，顺于人性，人性行啦、啊，
佛性就成啦，所以人皆成，佛皆成啦，同款的道理吼，那会当安尼啦，社会人间啦，自然呢，菩提种子啦，生无量，所以一粒种子，一种落土骹，只会安尼。有苗出来啦，时间过啦，大树啦，结果累累哦，真呢，就是佛陀来人间啦，报善种子，到无量菩萨，长的文哈，到无量菩萨，毕竟做一生。是故有智者闻此功德力，以我灭道惑，应受持是经。世人依佛道，决定无有疑。到无量菩萨这段经文呐、啊，这就是佛道的本怀，这是来人间。为一代事因缘，教一生法，这一生法，那就是菩萨法。菩萨法在人间是救度众生，入苦难人群中去，去教化，去救拔苦难。教化呢，那就是转世圣地。人间有相识，但是呢，佛法呢，去把伊的相识啊，变成了智慧。相识有人我是非，智慧呢就无有人我是非。人人展开大爱，互相包容，彼此尊重，这叫做智慧啦。所以闻此功德力啦，以我灭道惑，那应受持是经。所以佛陀讲，我那灭道了后，大家人呐爱受持，受持这部经，因为这部经在人间是利益人间，使人间和平呐，使人间祥和，就是。在这部经的道理啦，这种付出无所求，人人讲感恩哦，是何等的祥和啊！所以世人依佛道，决定无有疑。啊，这个人在佛道中啊，决定无有疑问呐、啊。这是精明的新力品，咱了解了啦。原来新力品不是飞天转地，不是啦。原来呢是心脑合一，咱愿意呢为人间付出，它就是成就菩萨。就是诸佛菩萨来接我来啦，佛陀呢要甲大家人好好交代，讲这部经呐、啊、对人间的重要，所以伊爱再次集会，所以的新力品呐、啊，经文嘛唔是真长，那只。三十几天就给伊讲完啦，真呢是真简单，大好断掉呢，这一波全球啦，为这个冠状肺炎，大家人心惶惶不安的时，讲这片啦。新力品安住了大家人的心啦、啊。
哎呀，免惊免惊啦，这个物件总是爱大家人自我教育、内在教育啊，坚信自己啦，发挥爱心啦，这大家都伫咧讲这个话，这呢，这些菩萨爱入灵魂呐，信心呢，那就是爱一切众生如己子，不甘众生在这个时间呐、啊，受到这种呢无形，但是呢，予人心真惊吓，这波的积业啦。这边的瘟疫，大家人伫咧惊慌，那心力拼呐，伫这个时阵，叫大家人去推呀、啊，去推树。现在正是大家人呢，哎，立这个正法护众生，保护众生的时啦。爱叫大家人爱疼惜生命啊，发挥呢无限量的爱，爱人、爱物、爱惜动物，这是人人做得到，人人具有的力量，人人都可以付出的心力。看看囡仔、同住啦。遐尼细汉，他也有一份呢。我要保护动物的力量，这就是心力拼。真正，咱人呐、啊、有无限量的力量，只要你肯发心，力量无限呐、啊。那佮用到的呢？就可以保护众生，用不对起啦，那就是亲像美国，这一念偏差啦，种族的歧视，不知呢已经偌多的性命在暴力中啦往生，但愿啦，也是为因祝福。心的安定下来，心安定就平息了这一波的灾情啊，这也就是人为的灾难，心不调和啦，这心就容易动起来，所以心智慧惹出了这大片的灾情，真正是吼，人间呐，鬼脆啦，真脆弱啦，人心啊脆弱，世间呢，事物都真鬼脆，所以讲吼，人经不起了人迄个一动念心呐，就会动乱了社会。那就对人呐、啊、人呐、啊，就会有真多啦的伤害吼、哦。啊，这是真堪叹的人生。经典，咱证明呐、啊，一心六品是安尼结束过。那经文呐、啊，本来都是有开头四分。也還有立經的分，再來呢，《法華經》啊，就開始呢，要叫大家人，這部經啊，要不斷去宣布，去延續，這叫做流通分哦，開始啊，大家人，把這個經不通停停，你要讓它親像呢，河流同樣
源源长长的河流啦，这个水呢，那不断把水流落去，因为人需要水，水是人的大生命。饭呢，人人需要饭，因为人人饭是肥命，所以肥命爱会延续，所以经爱流传呐。新礼品的过后呢，那咱就开始呢有祝礼品了吼。开始呢要交代啦，开始呢要麻烦大家人哦，恁爱发心哦，爱甲这个精神来扶持这部经典，爱甲这个饭呢爱用心团哦。祝禮，那就是麻煩大家人，憂勞大家人，那才拜託您啦，這就是祝禮的意思吼。那在這個經典中吼，《法華經》28品啦，28品中呢，在這已經是開始就流通分，要甲大家人。交代啦，祝禮麻煩您咯，吼！那大家人开始爱发心啦。证明呢，既然是佛现代神通，就是心脑啦，用心啊，不断不断地咧交代，把这佛经的功德啦，持经的功德，对人类有遮多的利益，的教育，成长慧命啦，这是伫这佛经内底。文化呢真多，所以这就是佛陀在人间现代神通，真侪人拢做会到，咱唔知影要安怎做。佛陀呢来现神通力，甲你讲你安尼做啦，安尼呢原来的凡夫什么代志呢？唔知，知会感觉困难做未到。佛陀呢，甲恁讲，予咱知，啊，恁做会到无？恁绝对做会到，爱往这个方向去做。那凡夫成为菩萨，菩萨呢去利益人间，这就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。所以现代神通，予人人。会当达到呢，这份会当救人发心啦，走入呢苦难人的地方，发挥恁的力量去帮助人，这那个形容叫做神通，令众信受，大家人相信啦。哦，只要我想要做，我绝对有力量做得到。过去已经有正因啦，也有安尼缘啦。看佛陀啦，已经度过了遮多人啦，
在波塔品那个时永远啦，偌尼只侪人十方拢夹我来，这不就是呢心痛吗？亲像我家己嘛感觉，我拢无离开这个所在，但是呢，主祭人遍布天下，全球啦，真侪国家，几十个国家都有主祭人分支联络处，在迄个所在布境啊，在迄个所在呢，搁在不断带人、救人等等啦，这呢，就是啊，安尼。在咧显神通啦，大家人愿意信受，信受呢，又在一分的力量，不断无限的力量，不断呢来展现出来。所以，处境以手摸诸菩萨顶，啊，大家人佛陀做一个事啦。大家人，请大家人啊，都爱发心啦，恁哦，都爱来承接啦，把这个法啦，爱传出去。大家人会感觉很贴心，我有责任，好亲像呢，佛双手伸出来啦，我头顶上啦，都已经爱有这个责任。所以我发心顶戴头壳顶，我负起这个责任。看看印度提重的物件，拢放在头壳顶。头壳顶，我要顶着这个有分量的责任啦。所以呢，佛敬依手摩诸菩萨顶，只是做一个事。诸菩萨呢，就头把它顶起来，我愿意呢负这个责任，再当一重担，我都愿意以头顶住这个责任，要把这个法来流通落去，这呢就是显出了修持是境界，即为佛力。自所好持，得受啦！我若愿意承担，这就是照动佛陀的力量。我对家己有信心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佛陀教好我的，我有这个使命，我都有这个力，所以照佛的教育，我。承担起这个力量来，所以呢，叫做为佛力之所护持，接受吼，那伊愿意接受啦。哈，但是佛陀，你爱给我力量哦，我愿意接受，但是呢，请佛爱给我鼓励，给我的力量，同款的道理吼，这。佛的时代面对也是人间呐，佛陀教育人间，人间愿意接受，行菩萨道的精神吼，这呢是名师义啦，才有这品，所以各位菩萨，这品呢，搁接落来啦，那就是佛陀要用真多的。一法啊，付出在各位菩萨的心灵吼，那就是表示佛陀啦，即将要七日灭啦，年老了吼，那凡事呢都爱为教定灵啦，这也算是佛陀伫咧为教定灵的法，咱呢都爱。用心啦，发华经，那爱日日啦、啊，生活在发华经的
教育中，你生活起来会感觉平安自在，因为时时都是欢喜充满。各位菩萨用心啦，顶戴起来，责任咱若要承担，无困难，人人都有力量。既然讲佛法，既然说法华的精神，就是自在立人群的精神，这呢就是佛陀所教法，所以时时爱多用心。